老板娘嘞，老板娘嘞，今天在这里卖什么呢？卖包子。兄弟们，今天带你们看看越南的包子怎么卖的。今天又想吃你的包子了，对的，我都半年没有吃你的包子了。兄弟们，今天来越南，我来一个包子。18,000。一万八。18,000，16,000。六千。给我来个好最好吃的包子。18,000。好，18,000，给我来一个吧。兄弟们，今天给你看一看这个18,000的包子是什么样子的。OK OK， 行，你哪个好吃你弄哪个就行。18,000是吧？对。老板娘的包子好吃吗？你吃呗。你给我打开，你掰开我看里面都是啥样的。掰开一点点。哇，这里面是肉啊！在越南这边吃包子比较方便啊。给你20,000，你帮我咬一口就不用找了，你帮我尝一下。你帮我尝一下好吃不好吃，那2000给你当小费。好吃吗？尝一下。行行行，兄弟们，在越南一个包子就吃饱了，回家了。